后面那只就是小绿，它刚刚偷偷下来洗个澡，现在在理毛。啊！不小心掉下去，这是小绿。啊啊啊啊！它就是体力、智商都有点弱的绿袖眼。3岁咯，前面那只是谁一直在挡我的镜头？嗯，干嘛？你飞来我这里？原来是 X 吗？是 X 吗？去飞！X， 小绿，我要拍你洗澡。小绿，哎 ，X 又来又走了。X， 你不要欺负小绿。好，今天小绿先介绍到这里。他刚刚洗好了，他满足了。啊啊！快要掉下去了，这么好笑的绿袖眼。